头发的小，然后再打羽毛球，打哪个小？老虎你这投篮的球啊，为什么踢啊？那是跑跳。你看看刘佳妹，我们都玩到七点，然后才开始。然后我们七点是玩到七点，我们等下课玩到七点。可是我们七点就读书读到九点啦。拜拜，没有他不让我们，老师来给我。然后老师大家长会讲。没有，我们在。我七点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我给我教官，教官就把我们接到我们下来，然后我会打电话，他不是他每天都七点就自己跑来，他就坐在我后面，然后如果那天有考数学，他就先改我们的，就把我们给我们，然后就教我们数学，就变成我们的专属家教。专属家教。是这样子，他都在接受我们。哇，太棒了！教我们数学。之前我们一年级数学老师，他也是二年级的，他也是二一八的班长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考那个国文，他讲话比较好看。Thank you.
本啦，就我们走在路上就要叫他开，我们就跟他说前走不算前走，因为他知道你们开，他就真的就不想开。可是其实我们已经不想了，然后他就说他们不开，然后我们就只好过去一直一直等他来帮我们开，然后我们再往前面，然后再去玩。其实我们不想，很累，头凉。对，头凉。哦，刚吃完早饭。太小了，刚刚才。